坚持作为见证，我们的有这个决心，有这个信心，让我们的用药安全能够在我们国小扎根啊，从小做起，一直到国中、高中啊，我们所有的这个贵宾啊，一起来做一个见证人啊，特别啊，透过这样一个仪式活动，有信心啊，因为我们社区药师守护学童的用药安全，为了要推广正确的用药知识，使正确的用药往下扎根，最重要的是要能够成为带着走的健康理念啊，千里千一定要带着走，那才是落实在我们整个的生活之中啊！那就是谢谢我们这方的郑局长啊，刚才还有我们啊陈主任。